那么我们请江主席呢为我们来指挥，我们大家跟着一起唱好吧。今天这个盛大的晚会啊，用什么来形容今天这个晚会的情景？我想了，我们的文化还是丰富啊，我只能为我们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而自豪。我们也还要与时俱进，应该吹奏起新世纪的号角，让我们创造着更好的文化的果实来。谢谢大家。祖国，就到这里结束了，谢谢各位代表，谢谢大家，再见了。